金大社区后面这一块方正的土地啊，卖掉了。电线杆那边到这里的界限啊，上次我有人拍过了。现在挖土机已经定好位了，天线到那边墙角，这么漂亮的地，那时候开价才880，所以福气的人拿去啦，感谢主啦，阿们。这里有水哦，这么漂亮一块地，赞，阿们。啦啦啦。